这就是我们家的老房子，住了三代人，爷爷奶奶、爸爸妈妈还有我这代。这个房子因为年代太久了啊，早就不能住人了，一直都是坍塌的状态。但当时我们家人呢都舍不得给它拆掉，最后它就自然塌了。你看那个房梁全都塌到下面去了，墙面呀都倒了，这个时候才忍心把它拆掉。十一长假哪儿都不去，我爸和我妈今天在弄老房子，这老房子就在这个村子里面。中午就不回去吃饭了，去我亲戚家蹭饭。我呢听到这个信儿我也赶过来了，我来了活还没干呢，自己来蹭饭。这线人来看看就知道了。不出就放牛了。狗在家喂一个月啊，就在家喂了。嗯，还真没崽儿啊？啊，崽儿了。骗我，他说骗的。骗我。看看这个榛蘑刚采的，在这晒着呢。秋天的蘑菇长得腿粗，长得大，也压秤。老远看像松树伞似的，我们这儿也有松蘑，就松树下面长蘑，特好吃，肉疼。这老豹子刚抱出的鸡仔，这都快上冻了，这叫晚婚晚育吧？这是河沟里的鱼吗？这是海龙城的鱼食。哦，喝点，不干大绿棒子好喝。哎呀，挺能喝的。哎呀，这酒真好喝。大米棒好喝。嗯，这个老头鱼那挺便宜，一毛钱一斤，我买了260斤。看看，嗯，哎呦，花了百老头年年多，你买那么多，那能不都不得坏啊？这东西有点啥我都不吃，吃我一天里一天一个，一天一个我，真的吃。这老头鱼真鲜，他年年往死买，六七斤的西瓜，我一顿一个，六七斤。看这笨鸡蛋，哎呦妈，忍不住了，赶紧吃一口。你上个鸡蛋还好。你得上一碗鸡，头上大的烫黄疼。嗯，那他妈你这吃虫啊？吃虫。你看这蛋都是黄的。吃什么玩意儿？焦黄焦黄。麻爪子、麻叶蛋、麻鸭爪子，啥都吃。嗯，真香。酱香味儿还浓。哎呀，这鸡蛋真香。嗯，太好吃了。嗯，买那个。哎，这酱照太好吃了。嗯，对。凉味儿真好吃。凉味儿吧。我这鸡蛋是上海鸡蛋，剩下俺就喂猫，俺就喂猫了。你看这鱼真好吃，俺这鸡蛋可好吃了。饺子好处不用抖了，那是干不上。这啥用？猪油，猪那个护猪。啊，咋这菜挺硬的？给我嫂子准备呗，给我嫂子喝呢。上山了呢，他说是老舅吗？我说你老舅你还不意思了？上啥山上山呢？先让娘给你拐，吓一跳。啊，吃饭了。吃呗，没好吃的吗？这两天有好吃的。这杀羊了。嗯呐，这两天有肉。把我嫂子叫来喝酒，没干过他，我先跑了，不跑不行了。人家还有一瓶呢，要再给我整一瓶我就废了。喝醉了不耍酒疯，吓唬牛。嗯，嘿，开始干活喽！把砖块和瓦片都捡出来，这废砖呢都可以再利用的。我看马上一道院墙。劳动让人更加幸福，让人更幸福。劳动最快乐，劳动最快乐。劳动让生活更美好，一切更美好。劳动最快乐，劳动最快乐。劳动让人很开心，让人很高兴。劳动最快乐，劳动最快乐。劳动让生活更美好，一切更美好。劳动最快乐，劳动最快乐。劳动让人很开心。这个房子构造很简单，土坯、木头还有瓦片。瓦片已经拆下去了啊，已经看不到了。这个房子的土坯呢，是我爷爷亲手一块一块的做出来的。盖房子的时候呢，都是村子里边的这个亲朋好友啊，邻邻居居哈，一起给盖起来的。这个房子已经拆成这样了，就剩两面墙，我们管它叫大山，还有上面这房梁，房梁全都是木头的。在以前那个年代，没有什么钢筋水泥，就是个松木啊。这木头即便是60多年了哈，依然很结实，杠杠的。这每一块砖都是我爷爷亲手做的。看看这个土坯，
我管它叫砖墙。这土坯是怎么做的啊？就是中间夹了稻草，然后就是我们这边的泥。它有一个模具的，一个长方形的模具，把这泥和稻草呢就放模具里面了。定完型之后呢，就给它晒干了，模具就拆下来，就那么一块一块一块的，积少成多，建了一个不到100平米的一个土坯房，那时候叫土房，但是我们家是瓦房瓦盖啊。邻居来帮干活来了，这我得管叫姐夫。我们这又是邻居又是亲戚，干着干着人越来越多了。哎呦，多大眼，小子！有多大眼，多大劲？马上就出去完事儿。啊，对，马上就出去。你老沉了，这是出去回家。行，夹住。压的扣。你这个扣。我记得啊。快一档一下。要把这个房梁一根根的都给它拽出来。哇，现在你先走，快走快走快走，别碰着。我看小不远远有近，噔噔的跑的还刮着。好了，对，给你收个刺儿。没地方。给你收套，来来，你弄小牢。来，等等，我妈用不着，我妈用不着，你赶紧戴个手套。要收刺儿吧？可不是吗？你用不用玩手套？那我忘了，小刘没戴。俺戴手套，俺戴的这个背的。我在家没有。是个背。你用吗？你用吗？他不给你手套。就坑你。就在那挑拨。不要老说，那个摘一个样了。刚才一下楼没摘完，他一抬。那我弄个没小劲儿。你弄个跟那个50块钱一根儿。你就把那个头，把那个地人。龙角，一二三，走。切。别乱扔块儿，到踢飞剑。随便扔，在这么大个地方随便扔。然后你这个到底吧。啊。到底给这穿什么块儿？穿的抬起来。哦，那是啥玩意儿？啊，老鸭眼糊的出土。石头。鸭眼糊。鸭眼糊建平的。啊。安电的。不好唠啊，这中间那几根都不好唠，压得太深了，就是全是土坯压子的，怕不吃力呀、啊。走吧，快离远点，离远点。行，快离远点，离远点。快走，快跑！哎，还行。压力够给你压住了。那车真有劲儿啊！那是冲都好冲。这会儿这房子好冲。啊！他这会儿这房子不好冲，定了。能不能？好费的。妈俩开了。这个地人，我出这。开了。哎呦，天龙哥！我操，怎么还没过来呢？来吧，慢点来。老叔，你上咱们这儿来。
慢点啊，来，大叔，别绊跟头得。那拉不行，这么拉没人收，吃不来呀。不是，你让咱们立起来好了。不，没有，一会儿立起来，你先离开那地方。来，好了好了，走了。哎，出来，待会儿啊。哎，兄弟们，先拿上来。嗯，行，这么地行行。那是咔咔的大斧子，叠吧叠吧，是你扒拉扒拉地方啊，兄弟，扒扒打。当心，妈，你离远点儿。这头绑不住呀。绑不住了。没事，中网两扣不妥了，多打两费劲。那不行，绑不住，使不上劲儿。你还得穿中间。穿中间。不穿中间。这先把老舅那个，老舅你多缠两扣。多缠两扣，对。打个路之口后就完事了。你多缠两扣，多缠两扣，完了之后。跑他了。完操！不是，他中间你抡那玩意儿白费了，老叔，这样带他不好呢。太紧了，有人搬。搬个啥？不用，搬，隔着。对他得绑中间，不绑中间。这边使不上劲儿，老舅你回来压上扣。他套那个头啊，压里头。哎，等一会儿，卡着了，踩着了，龙哥，你踩着绳子。这不就别上了？这不用别，你不用别，你拽上，你拽住多。操，你别掉里去！你这都给我就往后收拾，得靠啊！老舅，你收个手，收，不行，来，都下来，太危险了，他都接下，都下来。等一下，等。哎，出来了，出来了！刘榜那个好使，啊，哈哈哈！刘榜那个使厉了，真厉害！刘不绑中间都拽不住。对的，就是绑中间才行。那个给我分了一个大饭盒，看见里面好东西，这可是古董啊！古董啊！哎呀，留着，真的留着这个，这饭盒可老多年了。这是铝的，纯铝的。我家老房子里边，万一弄个金银珠宝呢，是吧？说不准。这个想把哥俩撸了。这几个木头拽豁了。里面那不能没有，好大的灰。要不行，这头白费。你这不来，你弄丢了吗？啊，木头断了，没有受力的地方。还有四根，这四根是都难拽的，那边。被大山给压倒了。龙哥巧，上头有压。嗯，有窍门。哎呀，扣动了。哎呀，没问题了。太厉害了。烂了，烂了，猪蹄扣。嗯，就是绑猪腿那个扣呗。绑猪的扣。绑木头的。这套好就完事了，套好就完事了。你说的可容易了，你不能解。在这指挥呢。就是这个力量，二三十吨。压了，老沉了。啊。哎，厉害！哎，当心，当心，当心！抓啥呀？抓花子。这太没了。拽根后头。不，爷爷了，爷爷了。现在这个大山都推倒了，这个房梁也拖出来了，也就干完活了。但是剩下这些土啊，还有一些东西得用钩机钩啊。我哥也得回去了，我哥回家喽。啊，我哥还得回家干活去。我问你要干嘛？村里的人也走了，马上就天黑了，我也得回去了。回去还得洗个澡，洗洗衣服，还得剪个视频，还得休息一下，晚上还得直个播。哎呀，回去缓一缓。我们这天是阴的，再加上天也快黑了，四点多钟我们这就天黑了啊。我们在祖国的东端，所以天黑的早，天亮的也早。给你们看看，太阳马上落山了，乌云密布的。
很宁静的一个小村庄。这个村庄人也越来越少了，哎，我看到好东西了。来吧来吧，这不能错过啊，这也是中草药呢，就是山姑娘，这东西败火了，通红。啊，捡两个去去火，虽然现在没火，被子下霜了，通红。下霜之后这东西还能甜一点，要不然是苦的。哎，我都闻到味儿了，摘点儿。一低头全是好东西。我们管它叫苦姑娘，它就是野生的山姑娘，败火的。啊，吃不吃啊？拜拜拜火。嗯，揣兜里吧，我这兜里啥都放了。我得走喽，要不还下雨。